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快报。今日录节目日子是2020年2月19号，这个由我新西兰的彼得台长做社长 Raymond Wong。 喂，大家好。大家好，还有在澳洲的真 BC。 喂，大家好，热啊，打赤了，看没路点不用担心。未路啫，就系路啊！下次要你路，下次要你路，下次要你路吓。喂，打个交叉啦，点进路？喂，打个交叉啦，攞啲胶布系嘛？贴个雨贴咯，得唔得？可以啊，爱心型嗰啲系嘛？雨贴嗰啲咯，系啦 ，OK。系啦，咁啊，仲有喺台湾嘅许留山，大家好，睇一睇镜头啊。系啊，咁啊，节目开始前啦，啱听就俾个 like， 可以啊 share 埋啲朋友啊。最紧就系订阅我哋频道，订阅就订晒三个频道啊！我哋网嘅编辑部、正向部同晒冷气啊！咁啊，每日听三宝嘅发放正能量，一定啊冇烦恼啊！唔听实走宝，支持三宝啊，个个身体好。好啦，呢一节我哋睇下有边个有仔，即系口多多啊！介绍下呢条友，阿贼啊，佢叫阿贼啊，系嘛？系。佢姓杜嘅喎，原来阿社长上次讲话佢真系唔系姓杜，好似系。佢叫吴卓章呢条伏机。哦，吴卓章，佢讲咩？全朵吴卓章。佢就而且喺南拔萃读书嘅。哦，你校友，大镬啦！哇，大镬啦！你咁样讲，我又俾人知道我喺边度读书添，大镬啦！同嗰啲数字嘅政界人物都一样喎。数字政界人物，一个政界。政即做极都做唔起嗰、那个嗰、那个政，俾人捧杀咗嗰个咧，诶、啊，即得啲数字嚟到形容佢个咧，系都唔知，即揿钟仔嗰、那个，系啦系啦，即嗰、那个数字同揿钟仔一样嗰个咧，啊，哦，即碰上劈嗰啲啊，173173173，选嘅选唔到嗰条友啊，你讲紧，我就拗晒头，边个？哦，佢紧要啦，都系校友嚟嘅，即不过树大有枯枝吓，逐。大有咩咩吓，啊咁啦，呢个读贼都系噶啦，都系同类人，冇办法。佢因为真系嗰贼都同佢个名字有关，口不择言啊，系嘛？嗯，系啦。咁佢讲过啲咩啊？点样口不择言法啦？其实即系佢呢排经常都有啲新闻啊，好嘢喎！佢啊啲新闻都久唔久啲一箩箩嘅，咁啊通常啦都系放好嘢啊。系唔方，即系唔方好嘢，即系你睇边一啲人咯，嗰啲暴徒啊、黄丝啊，攞佢型咯，系觉得哇讲人话定点样啊，一定要支持佢嗰啲，有少少想将佢捧到好似诶嗰啲咩一百毛啊咁上下嗰啲咁嘅，咁啊嗰只效果啦，因为依家搞到嗰个叫做咩呢啊咖喱酥啊咁上下定牛角酥唔知咩啦，佢喺叉烧酥好似叉烧酥啊。做这个一回事啦，咁睇翻佢个 Facebook 咧，咁近日啦就住呢个一哥嘅嗰次同一班明星去食饭嗰五围嘅包房嘅晚宴咧，就有少少余波喎，咁大家好主要咧，可能大家都系睇住一哥究竟讲嗰啲乜嘢，或者佢哋嗰阵时佢哋拍嗰段片究竟系做乜嘢，但系杜汶泽咧佢就讲咗另一样啦，佢呢个系喺姓谢，系嗰个谢 Sir 嘛，系咪啊？佢就 cap 咗两张谢 Sir 嘅相喺度，咁啊一张咧就影住佢，就同阿谭咏麟咁啊，即系拿住支麦，好似想访问谭咏麟定点样啦，咁啊唔知啦。咁另一只手咧就举高双手喺度，好似类似耶咁嘅动作啦。佢又之后阿杜汶泽写咗段嘢咯，吓我份人咧就一向大爱，哇第一句已经讲大话。今日咧就入钱入你个袋，哇又第二句都系大话。租机差唔系要学成龙，系要学佢。佢嘅意思咧即系代表途中嘅谢 Sir 啦，大家稍微留意啲，应该都谂到噶啦。你班死嗱，佢咁讲咋？你班死傻仔，日着到成个恐怖分子咁样，去到边都神憎鬼厌。67唔系净系你读得书少，系你唔识擦鞋就话人哋矮俊仔咁样啦。哦，咁即系讲啦，做乜啫？咁啊，警察部一向都系靠X 鞋底上噶啦。你又知道你警察做过了咩？吓、啊，呢啲都几好笑啊！我哋一听完先，一齐再诶，睇下头先讲。我觉得佢即系佢好似同啲警察都系有啲过往，我相信啊，佢过往嘅人生都系比较多冲突啦，同啲警察系咪？佢
佢话未抽离到个角色啊，呢佢应该去精神佢睇睇心理医生嗰啲咧吓，未抽离到个角色，傻强傻强个角色啊，仲喺个车度呕紧啊，系咪啊？吓吓嗰个差佬俾人喺天台打到镬金噶，又咩几多分钟啊？咩俾森哥知道啊？你一定死梗啊！咩话俾我听嗰个咩揼骨嗰个正唔正啊？傻，最后屘死得都好难睇喎。如果佢咁样再落去咧，我谂佢个人生到最后都系好似傻强，好难睇系嘛？我下都系，其实都唔希望人去到最后关头要咁难睇啦，都唔希望系咁样嘅。我哋都呢度讲明先，我哋佢话佢自己大爱啦，咁我哋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大爱嘅。嗱，你再讲下啦，最后啦，吓佢就讲啦，下个警务处长就系佢啦，你睇佢成只狗咁 X 样啊，学下啦，咪话阿叔唔教精你，唔使你挨死一世都ON 个案啦，跟住99帮人做廉价打手，知道吗？我唔明喎、啊，吓、啊、同谭攞住支麦好似访问谭咏麟咁样，就叫。成只狗嘅样咩？我真系唔觉得、啊，举高双手耶咁样，喂，好似大时代都出现过类似咁样嘅动作嘅、啊，咁啊，刘青云同丁蟹系咪做过狗啊？嗯，系、哦，咁佢都做过好多大配角啦，我记得嗰啲我和死尸有个约会嗰啲，佢都做过他。佢做狗。佢做狗嗰都做得幾入型入格嘅喎，佢做森哥只狗嘅時候，我都好睇到，好睇到嗰時喎，係咪啊？大聲啲講，係啊！大聲啲講，批評係你嘅，係啊，冇錯啊，係咁啊。其實佢嘅過去咧，咁其實佢嗱點講咧，佢條命生得好咯嚇、啊，即係全世界都知道嚇，佢、啊、老婆即係好似演藝事業比佢好啲喎呢幾年嚇、啊，我記得。有一个就是以前情报的访问呢就是个标题好像是这样的，就是杜汶泽偷食兼烂岛，那他老婆呢都有想过放弃他的。那我记得他之前是讲过有一次呢他是在 ATV 做的时候呢是输了成几百个的。之后呢 是好像是漏嘢啊，著草过台湾啊啲，之后咧，点知佢又话咧个大耳窿咧又打去报馆追数，咁啊就好似嗰阵就系佢人生，即系当时啊人生唯一次上咗娱乐版头条嘅、哦，就系大耳窿追，系啊，咁啊佢都好彩嘅，咁即系个老婆又对佢痴心啦吓、嗯啊，又系即系冇。冇放棄佢啦！如果唔係佢可以咁風騷喺度啊，慢慢咩為何深夜總是肚痛啊？可以做呢個節目，邋遢遢咁條友，係經常都係，唉，算係有人幫過佢先係咁啦。即係條命生得好咯，個老婆冇放棄佢咯，我覺得咯，係嘛？咁我當然真係斬斬咯。係，嗱，就算我成日覺得，喂，就算讀藝進啊，嚇都有啲咩問題咧？魏俊有咩问题啊？魏俊，我唔明白，系咪陈子维咁先系最叻仔咧？零分系嘛？做乜读魏俊咧？零分都做议员啊？系啊，有人选得啦。阿维维可可以好自豪咁讲，唔好意思，我魏俊仔我都唔请，因为学历都比我高啊。系咪啊？我又觉得，我又觉得有咩问题咧？魏俊，但当然我呢句话唔系话啲魏俊学生，即系话呢位维维嘅傻嘅程度啊！吓，同埋我哋都有好多听众系公务员嚟嘅，佢讲嘅最低嘅嗰个 requirement 咧，系最低最低，但系一般嚟讲系高一两级你先至有机会考到噶。人哋俾最低嘅嘢俾，即系最低要求俾你咁啊！你以为全部就系噶啦？其实好多都系大学生嚟嘅。据我所知，而家啊，学历都比呢位阿贼高嘅，好多都系吓。嗯，系咪成日想讲嘢？会听到，会听到成日深呼吸嘅声，我好似听到。咦？冇嘢，冇讲嘢。我又咁样，会唔会讲出嚟啊？嘛，系咪睇到你校友咁样唔开心啊？唔系，我冇嘢嘅，我冇嘢。佢想剪阿社长想剪咗个呼之佢。系啊。但系社长另外一个碌夫枝就剪唔到噶啦，要佢老婆剪至得啦。佢个碌夫死啊！
但是社长另外 一位校友我们都赞过他、哦、姓那个叫什么阿信、哦、阿信做得不错郑永信我们都讲过之前所以都是族大有什么什么树大有什么什么、啊、我不记得是什么所以还、嗯、有他所讲的叫做、警察部、啊、一向都是靠 X 鞋底上的啦我问我想知道喂你怎知道、啊、你是不是又看、警匪片啊编剧啊学回来啊是吧很多时候都要见即係見上級啊，跟住可能有 report 啊，有剩啊，有唔同嘅考核啊，你先至得嘅喎，有一定嘅機制喺度喎，唔係你仲係拍緊呢個警匪片嗰啲咁嘅場面喎，你可以話嘅，你哋喺片場嘅都可以係咁樣上噶，你哋喺片場咁樣上，唔代表其他行業都係咯，嚇、啊，即係唔代表警察部應該話唔代表警察部都會係咁樣咯，嗯，嗱、啊，即係。啊，唔好意思啊，想讲一讲就系、是、杜汶泽曾经系即系加入过黑社会噶嘛？哦，咁样系咩？系啊，我唔怪傻强演得咁好啦，系嘛？入黑系咯，咁可以演翻佢自己，系即系嗰种不出头嗰种啊，即系负责我嚟睇下有冇有冇态度系睇水啊啲，仲教人点样睇水啊嘛，记唔记得？系啊。咩都覺得好專心做嘢嘅時候啊，定點樣啊？定係唔知望咗去邊咁上下啦嚇，我都冇乜點理佢教嗰啲啦嚇。即係如果你真係做得咁出色嘅話，你已經係一個好出色嘅古惑仔，唔需要咁樣去。咁佢都好古惑嘅，記得好似我哋都講嗰節節目話佢係拖欠人哋工資啊嘛，之後就賴咗助理啊嘛，攞佢好似係你我同你一齊做，唔記得。哦，係係，我記得。係咯，即係。咁其實佢之後最後尾即係話，我乜一定冇，點知？原来是那条收条好像、啊、是不对的嘛、啊、最后尾在上年呢是真的在直播节目呢向人家道歉鞠躬道歉咯但是好像之后都抽下水的不关我事啊都是那个我最记得那个经理人是叫什么豪仔这样的好像心不甘情不愿啦这些、好不好呢就一啖笑啦咁就想讲返去这一段嘢啦我唔明咩叫做做到隻狗咁 X 样喎、啊？咩？我唔明喎、啊，攞住支咪访问谭咏麟就叫做狗噶啦。即系佢觉得咧，中意嘅人就认为佢系狗咯。即系我唔中意女仔咁啊，我就觉得女仔系只狗咁。即系做乜都系好似狗嘅行为咯。啊，咦？咁我睇到文泽都。疑似某啲動物喎，其實都，不過我冇講出嚟咁解啦，我只係在心中，即係睇就睇。佢似啲喎，在心中咁啊咩動物啦？講嚟聽下，好多種動物。咪後講你哋聽啦，十二生肖其中一種啦嚇。哦，咁啊知道啦，係咪？好明顯係牛啦，因為佢食過牛乜起啊嘛，係嘛？嗰出戲啫。咁啊唔係，咁啊唔係。仲少過女仔喎。嗰出戏你都讲嗰出戏，几可爱啊！嗰种动物其实都系、哦。喂，如果按住佢嘅逻辑，咁佢嗰出戏做嗰啲全部都系真噶咯，啱唔啱啊？系啊，咁啊，其实佢不嬲人生都系充满晒呢个叫做咩啊？叫做有口话系啊，真系好有戏感啊！咁头先你讲话咩狗咁，梗系啦，佢系喺《癫狗日报》做过啊嘛。哦，咁样，原来系啊，佢以前喂做咩看门口啊？唔系有敏出嘅，我记得佢以前即系喺啊，识啊识啊识啊，杜汶泽三个字咯，杜汶泽识净系识三个字咯，系咪啊？系，咁佢以前我记得当时啊。阿芒果佬，阿芒生初初开翻癫狗嘅时候系揾佢嘅，之后佢话：，好多人都唔知道，我以前咧同阿郁敏啊合作过嘅，系啊，咁啊，再睇下佢依家再搞成点啦。佢话人哋咩系咩日日着到成个恐怖分子咁嘅样，没有暴徒又何需要着到全副呼吸出嚟咧？咁你问下啦，依家。香港市面啊，仲有几多少见到呢一啲防暴队，即系着到呼机啊出嚟要行嚟行去啊，或者要系咯，咪咯，好笑，好笑！我话俾大家听，而家只要黑暴嘅动作停低晒，警察系唔会做任何嘢，系吓，亦都唔会滥暴。佢哋话求其屈啲人去，仲话屈佢哋系黑暴，你估真系咁得闲咩？系啊，要写拉个人又要落口供，又食好 Q 饭噶嘛，系。即其实整件事就是
人哋打份工，你竟然要将人哋一个打份工嘅人摆喺自己嘅对立面妖魔化，不特止，仲要系搞埋人哋屋企人，呢啲人系最可恶嘅。啊，成件事如果系拉嘅话，应该系拉咗蛇长先，蛇长系上次撞到个差人之后，有啊，有边位证啊？唔系，我冇事啊。我冇事啊！如果真系咁恐怖嘅话，应该打咗阿 Raymond 一身。系啊，我仲要撞到揸旗仔嗰、那个唔系揸旗仔，系孭旗仔嗰个警察，佢孭住好 Q 多支旗，好多唔 Q 同颜色嘅旗，跟住我撞咗佢支旗。啊，咁啊，你相安无事啊，系嘛？吓，系啊，我梗系冇事啦。咁佢其实冇人认得我啦，梗系亦都即系我觉得点会有人认得我？你而家睇下我画面，而家我出咗样啦，终于都人我都话要出样，我就出一个样俾大家睇，认住接埋眼镜，系嘛？仲未见到，我仲未见到细仔点嘅样啊？你睇唔到咩？睇唔到出咗咯，好似我睇到，我睇到。其实社长系有样嘢系最似陈伟霆嘅，就系、是、头发。陈伟霆都剪咗咁嘅头啊，系啊系啊，你睇下佢嗰个野狼 disco 初佢自己自拍嗰个条就系社长头发一模一样，即系夹起屎忽嗰个，唔系话社长系话陈伟霆啫吓，即系嗰个好风骚嗰个系咁嘅头发。系，咁我都同陈伟霆有样嘢相似啊，我哋都系会呼吸啊。唔系讲下烂 get 啊，大家唔好担心。唔好意思啊，我系啲呼吸声大咗，因为我其实就好眼瞓啊，今日。成日搞咗成日啦，好多嘢都未做完，一间食完个饭又要翻嚟再砌过。嗱、那个砌字系做嘢啊，人哋以为你砌咩啊？哎呀，系嘛？系咧，系咪？即系唔好自己谂嘢，即系好似系啊，动真添啊。谂一谂，即系同谭咏麟倾两句偈啊，或者举下手啊，就话人哋吓。是做乜嘢做乜嘢咁样？喂，你自己谂嘅喎。杜汶泽可能真系有砌，因为佢老婆都咁讲话佢烂滚喎，砌积木啦，可能同人哋。嗱，咁我讲一样啦。嗱，其实女嗱，但一哥都讲咗一样嘢嘅，就同谭咏麟讲啊，捉住谭咏麟只手讲，佢话佢觉得佢老婆中意谭咏麟多过中意佢。嗯。咁你可唔可以解读成话要即系阿一？佢老婆出轨。唔系一哥要将一手贡献俾谭咏麟咧？你可唔可以解读成咁啊？唔可以啊嘛，因为呢啲系有违常理啊嘛，大佬佢哋而家嗰班友仔讲嗰啲嘢，全部都有违常理嘅，根本都唔超正常嘅。就好似我哋头先讲啊，喂，哦，你杜汶泽拍戏咪少埋女仔啊？为咗戏剧效果啊？我相信你唔会嘅，一定有砌过啦，系咪啊？咪点会谂位啊嘛？啊，一定有试过啦，系咪啊？系啦，戏假情真啊嘛？唔系，其实佢裏邊咧，即係講個暴龍哥嗰個啲，即係個暴龍哥見，即係暴龍哥嗰啲嘢咧，其實就係佢話佢自己係親身見過嘅。咁就冇話女仔係親身見過。咁我覺得，咁我不如話，你不嬲都係中意同女仔噶啦，咁係咪啊？可唔可以咁講先？根本唔係，即係唔係咁樣樣咯。同埋人哋一班朋友圍內講乜嘢，而家有人漏咗出嚟，其實係唔小心嘅。我覺得始終都係係你冇办法啦嘛，就而家流咗出嚟啦，咁我哋梗系即系都觉得冇问题啦。但系你成件事其实就系一个黄色恐怖主义嘛，就要整到你做正常嘢都唔得嘛，成个即系你正常人过正常人，即系讲笑啊，都觉得你好真嘅吓，咁样吓，即系全世界都知道讲笑，佢都觉得真嘅系嘛。同埋佢系喺嗱，大家仲记得一样嘢，呢个系私人场合嚟嘅，系嘛？佢系咪有權有你話如果佢喺公開場合咁講事講嗰啲好唔恰當嘅，反而你可以話佢，但係呢個私人場合嚟嘅，同埋佢講嘅嘢係好係叫做好正常喎，就算咩場合都係好正常嘅嘢嚟喎嚇。係啊，你哋自己想點就點啦。我俾咗兩隻手指公警察啦。見到咯，呢個社長嚟嘅原來，我係台長嚟嘅添。如果我哋都系俾手指公警察在心中啊，系 yo 系嗱，我哋都讲咗啦，我哋唔系撑警啊，要讲明先，因为即系我哋支持警察严正执法嘅啫，我哋唔系支持佢哋嘅工作啦吓，我支持佢哋嘅工作，正常人就应该咁做，正常嘅工作系啦，冇错，好，今次时间差唔多，好，多谢先，拜拜，拜，再会了，让我哭。